睛恋人落都看作春明。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好了，我准备好了。OK， 开始 music key。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大家一起跳。Summer Dream 吗？不是一起吗？Summer Dream 吗？还是一个一个一个队。OK OK， 一零跳吗？你们一起跳，大家一起跳。OK， 你站着。下一首，哦，期待是什么歌呢 ？Summer Dream 吗？是吗？哦啊啊！接力。
然后想问一下艾玛，之前节目中你有问过导师们怎么才能让粉丝一直喜欢我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了呢？嗯，其实当初问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 MVP 去三样表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现实中见到了真的粉丝在线下来支持我，然后举着我的牌子，然后还有拿手机举着我名字，当时真的超级感动，能在异国他乡见到支持我的粉丝，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嗯，可能当时问出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小孩子心智，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还需要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探寻吧，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好的，下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一下你录制二宫舞台的感受？嗯，第一个词是性感酷，这个是关于我们组合风格的一个概括，然后剩下两个词，一个是卷，一个是尽全力。因为为什么说是卷呢？因为我们在排二宫，其实很少的时间留给我们练习，然后我们的队员们就是都很努力的一直在练习，就是从练习室回来之后，我们在 common room 也一直都在练习。对吧？对，有看到我可以做证人。对，就是在 common room 练习，就是有些人然后一进来，然后之后哦在练习，然后之后就是练习了很久很久，然后之后包括我和乔一还有王珂我们三个在一组，可能大家期待值会很高，所以说我们还挺有压力，希望能够做好这一次舞台。包括我们的Panda 还有 Ansan， 我们都很努力很努力的在搞这个舞台，所以说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吧。嗯，好的，请大家多多期待。下面是西西的问题，之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幸福的西西，那节目录制到现在，你现在节目你现在名字的前缀形容词有做什么改变吗？我觉得是有的，我要加一个字，现在变成超幸福的西西了。就是因为首先是在这里，就是我认识了超级超级多特别好的朋友，就大家都对我特别好，大家每一个人都超级可爱，然后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做朋友。第二个呢，就是来参加节目就有很多很多粉丝，很多很多人重新认识我，然后喜欢我，然后这是我觉得超级幸福的。还有第三个最最最幸福的就是录二更的当天，然后我们那个彩带啪，然后那个灯光照下来，然后我在舞台上，然后一回头我的照片和名字挂在后面的大屏幕上，然后还有好多粉丝叫西西西西西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因为有这么多人爱我。对，所以现在我变成超幸福的西西了。那西西一直在舞台的
表情管理方面被大家夸赞，请问有没有什么舞台管理面部管理的小技巧？真的吗？啊，就是首先拿到一首歌呢，我会先看它是帅的风格还是可爱的风格还是什么风格，我然后把理解歌词的意思，然后再根据歌词的意思来切换我这个表情管理，是这种酷的呢还是那种可爱的呢还是那种漂亮的呢。嗯，好的，谢谢盛熙的回答。那雨婷，可不可以简单剧透一下你二宫的舞台，因为有听说跟之前的风格不太一样。这次二宫的舞台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跳出了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比较是偏芭蕾舞类型的，然后我平常是跳女团舞类型比较多，所以是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然后在这方面呢，田轩宁姐姐帮助了我很多，就是比如说线条类型的还有哪里发力，田轩宁姐姐帮助了我很多。然后我和张相宜妹妹还有一个双人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因为我们的练习时间比较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一下。期待。那二宫录制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二宫录制之后，我希望就是可以展现更多的我，就是把自己好的一面，然后更多的实力展现出来，然后也想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和以往不同的风格。好，谢谢雨婷。那下面是 Jasmine 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Jasmine 在创造营亚洲有很多知名的土味情话，那今天你有没有准备什么土味情话给大家？现在了吧，现在了。 Showtime 来 show。 OK， 我忘了，等一下。OK， 看我。这个是我的手背，这个是我的脚背，你是我的宝贝。不错，很好啊，太厉害了。那第二个问题，听说你学中文进步很快，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新学的句子？哇，我可以说吗？可以说，可以说呀，可以说。有很多，我会。第一。真嘟假嘟，我听到依林和西西说很真嘟假嘟，真嘟假嘟。第二个，白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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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白烂，白烂。第三，公主请多多我的。支持，公主请多多支持我，公主请多多支持我，支持公主，我是公主，支持。好，那我们下一个 part 是一个小游戏哦，是一个舞蹈接力的表演，接力什么呢？然后我们会随机放一些音乐，然后大家可以排成一个竖排，然后每个人表演一小段，这样子就是也可以。每一段每首音乐都是这样，就大概就一首音乐，不会。好，来，大家自己排一下你们的队形，谁先来呢？我站第四个，我站大舞单，大站第五。好的，这样子搞竖排很有意思，竖排，对，就是那种舞蹈接力，竖排也是，对，算不算？都要竖排，就都要一个人往前，谁做第二？你二，好，就这样，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喂。
然后我们还是从一令开始。好，那我就唱一小段歌给大家听吧。刚跳完舞，累，别累，受受气，就是太酷了。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都看作春明。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哇，希望大家能够像这首歌一样喜欢我，然后请多多支持我吧，请见证我的成长，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哇 OK， 我吗？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经常看过我唱歌，要不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哇，那这首歌是什么呢？啊，那必然是我们的 Summer Dream。 好，那我开始。Every moment's paradise and I'm looking in your eyes. My love is feeling so strong.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and smile, you make me feel alive. I don't wanna let you goYeah,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Love is an Indian pure. And in your arms I'm falling through. You like the ocean breeze. So I'm blushing, I gotta tell you. With a rush it, but I'll be true. I wanna take you up to the clouds above. This is the start of a trip. Get ready, the journey begins. We're gonna make the sweetest pay. It's time to go. You wonder what I'm waiting for. And I wanna let you knowYou always be my summer dream. This is our show. We're gonna sing along. For you will be a star. Forever you're my summer dream. Whoa. I hope I can be a star. Wow. 大家多多支持我吧。好像有点起高了。哇，起的有点高了，不好意思。OK， 下一个。好，那我就说一点真心话吧，跟粉丝们，就是。我真的特别特别爱你们，然后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么多人当中看到我，然后非常感谢你们。我以后会一直给大家带来开心的，然后希望你们继续爱我，继续支持我。还有我下一个舞台会给你们带来惊喜，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个舞台我想给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可爱，第二次可爱，我第三次不可爱了，我第三次我要那个 sexy 一下，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喜欢我是没错的。OK， 我爱你们 forever。耶。好，雨婷，你是舞蹈对不对？唱的舞蹈。我的回忆。OK， 期待 Let's go。 哇，放音乐这么晒的，你就在中间嘛，好小好小的地方。来中间嘛来中间嘛。要带来什么样子的舞蹈呢？我们婷姐随便跳嘛。OK，我想看酷酷的，我也想看酷酷的。酷。
สวันนั้นหนีแจ้งกันมาเนี่ย ส่งมาขนาดนี้แล้วก็我可以说唱吧大家都很厉害哦说唱我忘了等一下啊可以Sama lama dua lama yuk sama Ami Wadah kaya dua dikaya turi yang subuh himi Eno wajib eme berapa sana eh Tiwi saya laka singa bumi Dewa sana mode ewe Dewa sana hari kini marah pakai Ada kaya sepi yang like Lepas yang depan Eno deh Hata boleh pun Pada dada deka saya fab Dewa saya lebih Kau sana dua dikaya yang mulu Tak ambil kalam minum music Nyum elo minum music Oh he's amazing With that what day do when they Tell of it about this It's not hip hop It's pop Kada fall like hello with the voices With love Shop love with dog To look yourself and make a lose it就是我本来我的audition 表演是说唱哦哇这样帅了那个动物真的哈啊但是我爱你们我爱中国人我爱泰国人我爱日本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韩国人我爱 every 人我爱人好可爱哇 Jasmine 我们也爱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也是哇谢谢大家的表演那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然后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告别了然后我们还是从Eileen开始跟大家告别一下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Eileen梁于林我其实要看哪一个摄像机哪个都没亮Hello 大家好我是Eileen梁于林首先呢就是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互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创造营亚洲继续支持我然后我会好好努力好好加油然后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谢谢你们支持我我爱你们 OK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朱一萌 So 我觉得首先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以后也能持续支持我如果能有下一次舞台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风格maybe 可爱可 maybe 可爱对所以说大家多多支持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胜熙大家可以叫我熙熙首先我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真的很爱你们我真的真的很爱你们收到然后收到收到然后我以后也会努力的让大家可以看到更新的崭新的我下个舞台对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吧耶Hello 大家好我是陆雨婷非常感谢你们可以为我支持我希望大家可以今后也继续支持我然后呢我会尽力做好每次舞台不负你们的期待然后展示出更全新的自己加油吧为我加油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Jasmine again 熊吧谢吧你们在我的心吧我很开心认识你谢谢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中国人的我泰国人just only one but OK 我爱他们然后我要说完了说完了 OK 太可爱了我忘了谢谢那我们谢谢第一组学员为我们带来的直播谢谢你们谢谢大家